要讲是不是有看呢？看就看，随便你啊！你真没有，看看别人家的孩子，样样都比你强，没有啊你！喂，这里。你干嘛一个人？叔叔，看你很像很烦，你在烦什么？没什么，再聊，走了。哎，看你真的很像很不高兴，走，我带你去 happy， 保证你忘掉烦恼哦。一轩，哇，你怎么了 ？Why do you look so tired？没事，我有事情先走了。怎么会跟他一起？你真的？休息休息。哎，继续跳不要紧。这里好平静啊，好久都没有这样了。轩，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什么人了。你晚上毒品了吗？轩，我们可以成为你的亲人，任何委屈，任何烦心的事，我们都能一起商量，一起面对，你不是一个人的。来，往后的日子我们多多互相照顾，团结就是力量呀。轩，今晚要去 happy， 要去吗？我已经很 happy 了。我们现在要干嘛呀？岁月静好，大概就是如此。人生没有如果，时光更无法倒流。但很感恩，还能重新开始。当亲情、爱情、友情都围绕在身边时，心里有再强的恶魔，都会被击垮。当遇到困难时，请相信，你绝对不是一个人。生命中，必定会出现一些人，照亮你的人生。